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哥。今日咧就我哋就唔系玩，我哋就唔系玩嗰啲地图啦。我哋今日咧，我就想参观地图。這个咧就系我喺一个手机 app 入边咧就揾到一个即系嗰啲地图啦。咁就系当然唔系我起噶啦，我点会咁劲啫？系人哋起嘅。咁咧就我就想今条片咧就即系俾大家。即系参观地图啦，因为我咁样入嚟咧，一入嚟咧，其实见到咧，佢侧边其实都好大，同埋佢啲设施话真系好劲啊，系啊。咁我哋就唔会用survival 啦，因为我哋直接系用 creative 咁样飞嚟飞去咁样睇啦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开始啦。好啦，入嚟个地图咧就系咁嘅。系啦，我就喺天空上面，唔知点解。咁我哋而家飞翻落去先啦。咁我降落喺一间屋嗰度。咁咧喺上面见到咧，其实依度其实真系好大啦，系啦。咁我哋首先咧就睇下依度嗰啲设施点咯。但系而家咧就好叻嘅，我唔知点解，可能系依个地图太大啦，嗰啲真系喐唔到，差唔多系。应该系个地图太大。可能会影响到嗰个质素啦，我唔知啊依个就，因为我手机都唔系好劲嗰种手机啊，所以系咯，但系不如直接用飞咯，系咪？因为咁样系咯，真系好叻。依度咧就好搞笑啊，有啲村民喺度。应该系咩噶啦？算啦，唔睇啦依个就，依个入去咧就。应该是什么呢？这个好像是电视，我觉得应该是电视的。这个就是那些灯啦。这些。哇真的很厉害很厉害，不行。这个就是那些设施啊那些啊。很厉害、啊、真的起得很厉害、啊。我真的。它给了一把剑我。哇快。哇好劲喎依把。依把都几劲下。吓係。咁啊。咁依度有啲继续探险啦。唔係探险参观啦。咁依度有啲地图 ,security room, 咩嚟㗎。cheese, map。哇。即係点呢，我唔係太明啦，但係我真係唔係太明。我睇下依度出去。我依度。剛才我应该是一个保护，是保护你自己啦。可能你玩一些跟人家玩游戏在这保护。即是在这里即是人家找不到你啦。但我就不是真的太明白。我估应该是这样。这个去到二楼呢就是这样的，都是电视。OK, 那这里就没东西，没什么东西。真的很厉害了手机。呢、这个墙系咯，系咯，因为通常我唔知啊，呢、这个就系、是、应该系冲凉，系啊，冲凉，系啊，系啊，冲凉室啦，系嘛，应该系。咁落翻嚟先，呢度就系、是、系咪睇出边嘅咧？系啊，唔知啊。啊，咁呢、这个呢栋咧就应该。如无意外就应该是睇晒啦。我唔知仲有嗰啲收埋嘅嗰啲即係嗰啲入面啦。但我就觉得係应该睇晒。咁我哋不如睇下依间啦，但依间好高。哇喂依、这个大厦嚟㗎好似係咪大厦，我觉得应该係back to epic, 咩嚟嘅。我睇下先，我睇下佢系点样做。依、这个又做咩咧？依、这个，哇，佢冇晒血嘅，点解好似点样白滴嘅？诶，依、这个有水，但系冇嘢嘅。但我唔，哦，依度，我应该上面跳落嚟系嘛？系嘛？上面跳落嚟，跟啱啱有水，我睇下上面先。冇咩嘢嘅。应该每一层都一样的，所以我不逐层这样啦，大家都看到啦，是啊，没什么东西的，只是一个空间可能被人家住的，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。
诶，等阵呢度有啲门，好似系应该出去噶嘛，系嘛？哇！依、這个景真系，哇！住喺依住喺依层嘅人一定好开心啦，每日每日都可以睇到依个景，劲。OK， 咁系啊，依门出去全部都系一样噶啦，我觉得都系睇个景嘅。咁我哋再去埋上边啦。咁依层咧就同其他有啲唔同，就有啲荧光石喺底嘅，咁应该照明用噶啦。哦，做咗上边啦，依度。依、这个就应该是俾大家即系睇点样，即系可能系睇啊，佢睇景啊，最上面一层睇景都几正。咁我哋咧就不如玩一下啦。等阵咩都揿唔到，哦，突然间又好叻喎！哇，我唔哇，点解突然间咁叻嘅？我不想爬梯啊，好慢。咁直接跳落去，但系应该唔得嘅，系咯？我觉得应该唔得。慢慢嚟啦，就系慢慢啦，慢慢啦，唔使咁急。啊，到啦，见到底。咁呢种咧就应该系睇完啦，我谂就应该系冇咩嘢，有啲房咁。咁而家系夜晚嘅，系。咁我教翻 Always Day 先，因为。夜晚我想应该就即系冇咁靓啊个景，所以要搞翻 always day 嘅，咁可能会睇清楚啲啦。哇！依、這个铁巨人，我恭喜冇事啊！哇！因为而家搞紧 creative， 唉，真系搞笑。但我就应该系啊，系隔篱咧呢度。是在一间房嘅，唔系即系一栋大厦嘅。咁我就唔知点样入去，不如直接爆玻璃入去，好搞笑好似。但是但啦，唉，唔理啦。咁呢度直接爆玻璃入去啦，顶住咗。OK， 呢度直接爆玻璃入去咧，好叻啊真系。我不如重新启动一次，好唔好？因为我惊太叻咧，你哋睇唔到。所以我不如重新启动一次，好唔好？你等我一阵啦吓。好啦，我重新启动咗啦。而家就应该冇咁叻啊，我系咗顺咗好多啊，行路都顺咗好多，但系都有啲叻。唉，是啦，我谂应该系嗰个唔知啊，可能系呢个地图真系太劲。好，咁呢度就冇嘢嘅。唉，点解有得打烂嘅呢度？有冇上去个路？应该冇喎，咁点啊？应该逐层都一样啦，好似头先咁样。我不如爆玻璃出去先。哇，好叻啊，仲系，唉，冇咩用啫。咁我呢度爆咗玻璃，想我去睇下上边有咩嘢啦吓。哇，咁样睇真系好正。同埋嗰一度啊，我圆圈嗰一度咧。就嗰度咧，我可能会下一集先，因为我发觉依个地图咧真系好大啊，系依度就系咁啦，都系睇景嘅，差唔多全部大厦都系睇景嘅。咁系啊，我就嗰一度咧，依度咧我就而家去，但系嗰一边咧我就下一集，因为我唔想拍太长啊，都系太长又唔系太好啊。哇！游泳池一睇就知道，跳落去，哎，中唔中？哎呀，唔中！如果 survival 咪死紧，真系。依个咩嚟嘅咧？依个荧光石嚟嘅，哦系，我喺第，如果建筑，如果你整建筑咧，系依个设计都几好，即系摆一个嗰个羊毛喺度啦，咁。呢啲咧系可以透光嘅，所以咧，你咁样摆喺度咧，人哋又唔知道又有光，所以几好嘅呢、這个设计都系啊，呢、這个作者真系好劲，劲爆！哇，呢、這个游泳池真系好好啊，整得下边有钻石砖添，哇，钻石好高级啊！呢个作者真系好高级啊！啊，系，同埋咧，我未讲个地图名啊，个地图名叫 Epic Scene 啊，
我唔知系咪咁样读，但系我觉得系我就好似系 E P I C 系嘛？等一阵我唔记得咗咁名，系呢度有得睇 E P I C A N A 系 Epic Anna。算啦，我唔知点样读啊。但系我就串俾你听啦，系啊，串咗。咁同埋下边咧咁样睇咧系有个铁路嘅，系啦，有个铁路嘅呢度。但我就梗系唔知佢点样搞啦。我睇下佢，哇！呢度有得落去喎。等阵，我系因为而家教紧 creative， 所以我可以拎嗰啲嘢出嚟嘅。系啊，铁矿车，矿车，矿车系边？矿车，矿车，矿车，唔使讲咁多次嘅，其实系好见到啦。Minecraft， 喂，系咪唔知系咪叫 Minecraft？right， 我睇下落去系点先。哇，好劲啊！咁都俾你谂到，真系劲呢个作者。但系咧咁样，因为可能太快啦，而家就好叻。哇，真系叻到爆！但系咧就依、這个，即都几好嘅依、這个铁路啦，就俾我，停咗。等阵啊，等阵，等阵，我唔知系咪我咩啊 ？Right， OK， 咁我依度最后咧，即系依条影片我最即系到而家应该最后嘅，系啊。咁我就想带大家哇！依、這个双路，带大家环绕依个地图走一次啦，系啊。依、這个就应该系我哋出生点嗰度嘅。系啊，依度应该系，但系咧我就哇，依、這个靓啊，依、這个路，哇，好劲啊，依、這个作者真系 ，message statue，epic， 我即系嗰个地图名，哇，依、這个真系好好啊，依、這个作者真系，因为佢俾埋我哋嗰个铁路咧，方便我哋，好好。OK， 拎走呢个。OK， 咁咧，系咯，就系咁。又系呢度嘅，系咪唔一样地方？又走咗咩事啊？系我嗰个问题，即系个 lag 定系咩咧？我就唔知啦。应该系个 lag 嘅问题，令到我哋自己。即系走咗，等阵，系咪头先个地方啊？点解有个冰砖嘅？有音乐，我教大声啲先听。算啦，唔知道，我唔知点样搞啊！音乐呢啲，呢、這个 ，OK。又聽唔到音樂，因為嗰個好靜啊，所以一路行一路有歌聽。係咪到啦？係喎，依個地方到啦，應該頭先我嚟嗰度。唉，真係好。OK， 我就揾一個靚啲嘅地方做結尾啦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喺個最高嘅地方，我可以喺依度睇嚟成個咩嘅嘢。我哋下一集咧就会去依个下边嘅依个依、這个好似系 football 嘅一个踢即系系咯嘅地方啦。我哋下一集就会去依度，同埋去埋个村庄。咁咧依个参观片啊，如果大家真系中意睇更多嗰啲参观地图嘅片咧。其实好多嘅，但系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啊，或者你都可以，我有时都会玩一下嗰、那个其他嗰啲地图啦，系啦，咁我就会将呢个地图嘅名咧就摆喺 description 嗰度，如果大家咧想系啦搵咧就type 啦，系啦，咁咧
如果大家有咩建議嘅話，可以留言啦，同我講啦。你想即係想我做咩啦？做咩嗰啲片啊？係咩都得嘅，只要留言，留言咩都得嘅。咁係啊，冇咩問題嘅，你留咩言都得。但係咧就要係啦，就話睇下你想整我，你想我整咩片啊？咩都冇所謂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想繼續睇依個 Epic End 啊，係啊，依個地圖咧，下一集咧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觀埋其他地方嘅依個地圖咧，就撳個讚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或者留言或落雨添，同埋撳側邊嘅小鈴鐺，我哋下一集再繼續拍埋參觀埋依個地圖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